108年度 Cool English 音乐达人比赛开跑咯。比赛时间自4月8日到5月10日止，平台特别建制比赛专区，请参赛者先报名后作答。国中参赛者请进入国中课程阅读国中音乐达人比赛专区，国小参赛者请进入国小课程阅读国小音乐达人比赛专区，接着在比赛专区内点选108年度 Cool English 音乐达人比赛报名表，填入真实姓名、目前就读的学校、班级等资料，填妥资料后点选确认报名，比赛结束前皆可至报名表连结确认或修改报名资讯，请确认报名资料填写正确，以免失去得奖资格哦。国中与国小参赛者皆需要完成40个比赛题组，为维持比赛公正性，请勿跨组参赛。比赛成绩将以所有题组的平均成绩作为计算标准，参赛者依国中、国小、一般学校及偏远学校分为4组，各组最高分未达25名时，最高分者颁发音乐达人奖状及奖金，98分以上含98分者颁发音乐奇才奖状及奖品，如果最高分者超过25名，皆获得音乐达人奖状。各组以电脑随机选出25位同学，获得奖金600元，其他最高分者则获得精美小礼物。更多详细资讯见比赛办法，在酷音比赛练英文，还有各种好奖等你拿，千万别错过喽！